iPhone 内建录影最多只能六倍数位变焦，不过你可以先切换到拍照模式，先拉大到九倍多变焦。像你现在要点击萤幕对焦时，瞬间切换到录影模式就可以了，拉大到，那你就变成录影也是十倍。我再示范一次，现在拍照模式拉大到九倍多，你现在点击萤幕对焦时，瞬间切换到录影模式，那你现在录影也变成十倍。